前几日，华为 Mate 60 Pro 的先锋计划给全网来了一个措手不及。这波突然的开售，以及 Mate 60 Pro 强大的产品力，使得它成为了近些年来手机圈的一款现象级的产品，空前的热度也让遥遥领先，成功出圈。现在有一个好消息，先锋计划没有抢到 Mate 60 Pro 的用户，现在可以提前在线下买到了。9月3日，有消息称，在线下店，华为 Mate 60系列首单货取机时间提前至今天下午18:08，相较于此前公布时间，早了有一周的时间。对此，手机中国也向华为线下店员进行了求证，确实如此，已经开始忙着通知预订客户了。除此之外，通知还指出，先锋计划的本质是尝鲜，让消费者第一时间形成口碑传播，不是提前开售。从某种层面上来说，华为 Mate 60 Pro 的线下提前开售，其实也是对于当前 Mate 60 Pro 高溢价和黄牛的一次应对之策，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是非常有利的，不需要加钱就能拿到新机。当然，此次提前开售是针对线下市场，在线上的华为商城目前已经不接受预订，显示暂时缺货，暂不售卖。所以现在想要买到 Mate 60系列的用户，可以到线下店尝试。